我是大头虎哥，这过完年了就想吃一口卷面片儿，吃不吃卷面片儿？到底吃不吃？吃不吃？吃了。面片儿就好煮熟，熬入流烧烤水，要凉水焯凉，撕成一窝划锅油肉片儿，用肉叉把肉片打开。熬出一些油，留一点儿，放入醋酱蒜炝锅，之后放入小日月、尖椒、西红柿末儿，拌炒均匀。锅边淋入适量的醋、老抽、酱油调色儿，锅边点适量的清水，放几片火腿片儿。胡麻油、料油、香油适量，咸盐、味精、胡椒粉调味，放入旧面片翻炒均匀，炒个一二三四五。锅装盘，这一道炒旧面片就制作完成了。面片光滑，爽口劲道，裹上菜籽正香，口面一口菜。再放上三个碟鸡蛋，用大头话说，这不赖。炒卷面片，花生米兰叶菜。这炒面片咋地？不赖啊。油面片吃法多样，可以浇西红柿鸡蛋和炸酱，也可以打卤淮菜等调和拌着吃，也可以单炒、肉炒、素炒。我一个人尤其喜欢炒着吃，一口面一口菜，就上点凉菜，这味道就是不赖。好吃的饭了，这是火腿。不来了。